哎，我把这领子往下翻一翻，好啊，好不好？露出我这个洁白的脖子来，好吧？哎呀，你们看见什么了？你们没见过王八伸头，你这。您见过王八摇头吗？没见过。你先等一等，你先等一等。那你见过王八摇头吗？哎呀，我刚看见过。你看他还不吃亏，你看没？哎，我可化妆了。来吧，嘿，咱就别等二年了，是吧？对对对，行，哎，来吧。好，我这个你看看，你看人有人说了，你看您这胳膊还真是好白，你看，哦，是吧？我这比较简单，嗯，我这化妆啊，好有一笔，笔作何来呀？墙上的臭虫啊！怎么讲啊？一抹就得，哎，一抹就得。大伙儿一会儿看看他抹完之后什么样。哎呀呀！这个痱子粉呀，您琢磨。您各位上眼，你看看，这好有一笔呀！这笔从何来呀？您这叫一饼啊，打麻将来了。嗯，好，这叫二饼。你快糊了，我跟你说啊。哎呀，你看这浪费多少东西。您这叫三饼啊。我这不叫三饼。他还杠。谁杠了这？我呀。您这不叫三饼。我这不叫三饼。那您这叫？我这叫白板。哎，好，嘴都冒烟了。一会儿行了，一会儿就七小队了。对对对，哎，您别光这样啊，您这不还一道具呢吗？哎，您把这个小辫，小辫来，您，你戴在头上。您好好看看，这是个固体啊，这个，这不是液体，知道吗？小辫戴脑袋上，好吧？对，小辫到脑袋上。各位，这个妆啊也比较简单，画完之后，大伙儿一会儿您赶快您上眼啊，您瞧瞧什么模样。好看，这就算行了吧？就问您可不可爱？可爱，可爱，没问题了。哎，人说可爱之人啊，必有可恨之处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就可以了是吧？哎，那您说说这规矩怎么样？规矩啊，嗯，我一会儿给您发个小信号。什么信号？就咱这醒目哦，就是咱们之间的纽带了。怎么样？哎，我一摔这醒目，给您发信号，我就告诉您啊，我的一切行动坐卧全听您的指挥了。您就不能说话了？哎，我也不能动了。嗯，全听您的了。我说什么你就得做什么。对了，我在前面是见证人啊，没问题，好吧？我在前面发头卖相，我在后边说学逗唱，您横竖嗓音来吧，您职工来来来，师哥来。这世界很酷。